露露呀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哎，这就开始拍了啊！对对对，对不起，请不要拍我。哎，这样，摄影老师，要不然你们先去楼上准备，我把情况跟他介绍一下，这就不用拍了吧？好好好，那我们先去准备。谢谢谢谢。这干嘛呀？这样。很简单的，你就帮我挑一下婚纱就行了。啊，挑婚纱？对。 你们这姐妹挺奇怪的，哪有是哥们儿给挑婚纱的？不都是未婚夫挑吗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奇怪。不过导演说了，他就是想拍一下记录一下我对未来婚姻生活的向往。拜托了，这跟我向往不着啊！走走走走走，走，上去了。很多明星都找我们买婚纱办婚礼，如果你需要定制名设计师的礼服，也可以通过我们。 我们都是一条龙服务的。哎，你也是明星吧？来挑婚纱，还有摄制组跟着。哦，我不是明星，我就是个新人。我能和你们二位留个合影吗？你们拍别的，我不爱拍照。哎，可以可以，拍一张就拍一张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帮我们拍个照片好吗？好的，谢谢。 看这里啊，一二三，哎，头低一点，一二三，谢谢。我们到上面参观。好，哇，经理，这是你要的婚纱？对，这是我们的镇店之宝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何轩，你看好看吗？ 好看。哎，你们的试衣间在哪里？我想试一下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哎，二位，你们慢慢看啊。你们去，你们去。那我先去了，小心。这是明设计师做的。拍了，对着我不太适应。